没得几岁的狗修大了，狗修到像马路那么宽，狗啊挖到几多个起那个草草，但是那黄泥巴水里要立到一个草草，但是这个水一来呢，太阳只要正在太阳它就起湿身，所以留下去了。第二次毕业季把它修成功，毕业季下决心，老百姓反对，不管你哪反对我都要干，只要你只要我的生命在，我就把水拿过来。变化大了，收入也提高了，唐老师。就比我就有亲身经历，但是没有通水的时间，唐老师，你就想为什么你赚不到？